如果你真的要解支送身，最方便就是出家，因为你没有个人的包袱，没有个人的范围，你才有机会。就像我们出家人每天跑，每天跟各位能够合在一起，关心各位，乃至接受各位的一切一切，了解各位啊。我想像我们讲佛法，像一个医生在诊断病，等一下就要打针开刀了，这样啊。他不是在研究文字，必须要有那种关心，融入对方，要让对方完全无痛苦的状态啊。那这样呢，去读诵念佛也好，诵经也好，持咒。第二，观诸世间不可乐想，不要去。现在人当然很多人，就像我一样，哎呀，师父，你要去哪里出国玩呢？我说是利用这个出国，我们要人也要度，那边的魂魄要度，对不对？那边的众生更要度。但是用一个名目，哎呀，所以我们要去西班牙、葡萄牙，要不要去？好、哦、好啊，带你去魂魄区好不好？我都先带他们去玩，隔几天就带去魂魄区了。有一个司机，他说他开了20年，没有人叫他开去魂魄区的。然后他一开始很讨厌，那后来看我们这批人在胡木叮叮叮叮念了老半天，不分宗教，这个司机说，你们是好人，我为你们超时间没关系，好人。后来他也学我们做烟供，后来他干脆我带你们去胡木，你们没去过的因为他结果他带去的是他的亲戚朋友，他还有私心，但他面前这个是谁，我的姑姑最爱我的，叫我们念大力一点所以那当然，那至少他接受了。所以各位，你观诸世间，这个观不是眼睛看，是用你的心去彻底的了解啊。观是一种禅观、止观、智慧观，所有这个世间没有一样是快乐的，是甜的。这个世间就纯大苦聚，就像一个火灾现场，没有一个地方不烫的。你要这样去看，不然你会去追求世间的快乐、爱情、金钱、外表、名利，所以不然你内心不能够闲慎默然，你就不平静。再来，赞誉大乘，永离恶道，时时刻刻要赞叹光阳成佛的大乘佛教才是佛陀的正法，千万不要去追求个人的解脱道、恶道，包括人天福报，包括个人的解脱道啊，不然的话佛教就消灭了。所以老实说，有人我说，师父你有时候一直护持色拉茄，我们还护持了不丹、尼泊尔、锡金的很多佛学院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至少他们就专心的在研究大乘佛教，菩提心的教法、空性的教法，他能不能够发菩提心另外一回事，但是这个教法保留下来了，太重要了所以要去随喜他们、赞叹他们但是不要，就像各位今天下午听我们如意法师，虽然他是披着南传的衣服，但是做的是大乘的事情，对不对寺庙给他盖成三乘的让出家人夹财对吧想尽办法，但是要他这样才行啊！会讲泰国话，样子像泰国人，又晒不黑，但是却有华人的这种智慧勤劳不厌烦，却办了很多善事让我们有机会随喜功德所以虽然外表是这样，就像地藏王菩萨，外表我是声闻相。内密菩萨行，想的是整个社会的问题、众生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讲佛法，各位还是要去赞叹这些成佛的大乘的伟大第四，于诸苦乐无所容迹，所以千万不要脱离世间八法，不要追求快乐，不要痛苦，不要追求名利而怕被侮辱，所以没有那种光荣有所求的期待。我期待快乐，我讨厌痛苦，不能有这个想法
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个人，是所有众生都进入极乐净土，来修空性大悲不退转。啊，所以空性大悲不退转才是快乐，行菩提心才是快乐。但是这个快乐是在心里，在外表上是苦的。第三，念一下，菩萨有四法增益善根，云何为是？一，教训众生住于信地；二，会施于人不忘其报；三，说法无法想；四，菩萨名号不可称计。那我们要成佛就要善根圆满，特别有三种善根，我经常背，以这个善根的动机去点灯啊，去持戒，要三善根，念下来，无贪心的菩提愿，无嗔恚的大悲心，无愚痴的般若智慧，那这个叫善根，往生净土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个最高的善根就是菩提心的善根，以这个菩提心的善根去持戒供花善供全，这叫福德。因缘呢，那就是一种信愿啊，信愿行，那这样你就必定往生。那所以菩萨的善根就像各位守八关斋戒，善根增长故，就是我们在累积成佛的善根，往生净土的善根，所以很欢喜。那菩萨有四法可以增益所有善根，云何为是？一，教训众生住于信地，地就是不会再掉下去了，相信阿弥陀佛，相信因果啊，相信众生皆有佛性，这个人很伤害你，很伤害你，你不要怀疑，他未来还会成佛的，杀人魔王都可以成佛啊，大妓女莲花社你都可以成佛。所以那我们要告诉众生，你不要怀疑啊。当然呢，为了要让众生相信，有很多善巧方便的方法啊，让他相信那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啊，因为你的内心啊，这些因果轮回一直在制造你自己，慢慢的让对方教化训，就是有一种主动的啊，而且这个讲话该硬要硬，该正要正，所以要这样来教化众生。特别一个生病的人，他如果能够住于信地，对阿弥陀佛也好，对念佛也好，他往生的时候很安详。我今天讲了，我们自行尼师1:19往生，他往生的时候是眼睛开的，嘴巴啊的这样。那我们湛净法师4-5个帮他念，念到那个脸，如果你要看相片，我讲居然还有酒窝，他活的时候没有酒窝，他往生的时候嘴巴合起来变成一个酒窝，像太子爷呢啊，眼睛合起来变成很好看，变成庄严相。我觉得这样很好，让我们来助念的人回向有信心，哇，他一定很快乐去极乐世界了。啊，感恩他的视线呢，也感恩我们湛净法师这么多法师，哎呀，在助念他，在往生前的心情不好，我看到那一幕我都不太好意思。我们湛净法师抱着他哭，没关系，因为他痛到不行了，他快走了，安慰他，抱他，我们湛净尼师都在哭，因为他为什么哭？因为我们湛净尼师是他过去世的姐姐，不能来度他。啊，来度他最好在生命这3个礼拜度他出家，然后从头到尾一直带着他往生，这样。今天现在到了，现在又把他的遗体从南部开车到我们苗栗弘法院，啊，这位自行啊，他说他死了，不要他家里处理任何仪式，既然我可以出家，我就属于出家人的了，啊，完全给寺庙。完全寺庙处理了，所以那这个也是过去是
他们结的缘呢、啊。但是呢，给我们一个示范，人再大的痛苦，你能够相信佛法，最后你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而且视现一个这么美的脸。他们下面有跟我说，这个化妆吗？为什么嘴唇那么漂亮啊？就很庄严啊，然后微笑的，还有个酒窝，这样对旁边助念人，对他家人都会很欢喜，很欢喜啊，一个很好的信心。第二，会施于人，不忘其报。讲到这个，各位要发愿，哪一天就算你生病了，愿佛菩萨加持我，让我的病到死，视现一个让别人对佛法的信心，你要发愿。啊，你的肉体的变化，你的眼神的变化，乃是托了一个善梦，乃是一个瑞相，能让别人不退转。我们的死亡、生病也变成一种对别人对佛法的祝愿。第二，会施于人，不忘其报。那各位呢，尽量对别人好啊，这个会就是对对方有帮助的布施，而不是说我为了要赚你的钱，所以我送你礼物，那不是会，就是纯粹为了利益对方，而不希望对方来回报你，那这样你这个善根才会保留。如果你对对方很好，然后要讨对方给你一点好处，那你就在损福报。所以佛陀说，我们替不会拜佛的人拜佛，那所有的功德回向法界众生，那你这个拜佛的功德生生世世都在。第三，说法无法想，药只是对治病的助缘，不要去执着这个药，不生病了就不需要这个药。所以我们对这个众生说这个法，对这个众生说这个法，法就是对治他的烦恼。然后你不能执着说这个才对，又把这个法拿来这边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用这个，他是用这个，这不一样的。所以很多人问我说，海涛法师，你推什么法？杂货店，只要是帮助众生的都应该要学。这也是我师父告诉我的，人家问你哪一宗，成佛宗，但是我师父有交代，你到禅宗道场你要变禅师，这样啊，你到密宗道场你变了嗡嘛呢呗咪吽啊，你到念佛者你要变念佛。因为什么？我们去学他们的精华，随顺他的法，你才可以学到他的法。你千万不要很主观的我要来改变你啊，那你这样就没办法。第四，菩萨名号不可称计。这什么意思？每一个菩萨他的名字就代表一种大圆满功德，大悲心，柔软心，常精进，不懈怠，没有办法称叹的啊，太殊胜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能够念很多佛号，不一样的佛号，万佛千佛，你能够念不一样百千万亿菩萨的名号，功德太大了。因为他们这个名号就具足这个佛的功德。好，再来念一下下一段。佛说须摩提菩萨经一，佛言菩萨有四事法，人见之皆欢喜，何等为四？下面一，嗔恚不起，是冤家如善之事。二，常有慈心向于一切。三，常行求索无上要法。四，作佛形象。特别是女孩子很喜欢别人看到你就很欢喜你啊，看到你就心情好。有些人真的有这个相啊，看到他我觉得左边看右边看都觉得很好。有些人一看就违见你就讨厌，心光的别怀疑别送啊，真的有这种人。但是我对我自己而言，当然我也有这种感受。那个时候你心里有个法，我不能如此，要这样，了解吗？我要对他慈悲啊，这个叫法入心啊。虽然我们在
感觉上是有分别的，就叫有。